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稀奇古怪》。还记得上次西西有挖黄金吗？就是这个。虽然我是没有挖到黄金啦，但是呢，我发现它有升级版哦。噔噔噔噔 噔，这个秘宝传说，听说它的挖宝几率啊更高，更 double 哦。但是西西的人品好像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了一位幸运女孩。嗨，我是悠悠。对，好，哎，那我上个月中200块的发票算有幸运值吗？那你运气会不会用完了？好啦，就我们今天来玩看看，看我们两个可不可以1+1=2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开箱一下。牙齿上，哎，我连开这个都如此不幸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好重哦，有够大、啊，它是那个砂砖。这个我上次挖了这个，大概它的一半不到，哎、欸，大概它的一半不到，这好大哦！你拿拿看那个重量，哇！然后它的铲子也更大了，比上面还大。那你不知道，它、啊、这个就是刷子。还有一张这个，它的宝石说明书，等等，对不起，上次它的厉害的是只有黄金，就是它的秘宝是黄金、嗯嗯，然后这次这四个都是之前没有的，什么龙，还有什么剑，古拉姆剑，对，还有那个所罗门的戒指。还有这什么拿破仑一世的王冠，看起来很像骗小朋友东西。看得懂日文？没有，我看得懂一点点。哦、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大堆的水晶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实际来操作一次看看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因为我上次玩过。怎么搓？你随便试。我上次也是随便乱试。我跟你说，你可以用磨的。会不会这一次这颗在旁边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那我的幸运值就只有这样吗？加油！你累的时候换我。好，开始。我来好了。你磨好慢哦，而且很慢。我过来人哎，现在大概是石头嘞，黄金嘞。这颗是没有黄金的，这里面没有黄金，但是有些秘宝。买那个骗人的、啊？没有啦，没有哎、欸，会啦会，好生气哦、喔，宝嘞，好啦，有嘞，对，有了，大颗哎，这游戏，嗯，该不会就这一颗吧？应该是，可以吗？可以推它吗？哎呦，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噔噔，挖到了，大颗哦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有一个小游戏哦，我们两个会各挖两颗，嗯，但是我们是就是一颗一颗算，然后先挖到的人先得一分。嗯、但是呢，我们如果分数比较低了，哎、欸嗯，应该是，反正我们等一下输的会有惩罚。相信你们一定不明白刚刚讲什么。哎、欸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哦，我要干嘛？我们一起挑战。哇、哦！先拿好你的武器，好，准备哦。OK， 3、2、1，好。你好在戳什么东西？蛮大的，我来换一个姿势。哎呦，差点断掉，吓死宝宝！噔噔。我你要不要从屁股挖啊？哦，掉了！哎、欸，我才挖这样而已。这一局西西输了。这样看法。好，这是悠悠刚刚帮我挖的，然后这是悠悠刚刚挖到的。那现在要来面对现实了。
号。哈，哎，花子丽，我们是综艺节目吗？我夹耳朵嘞。哦，很紧哎，它这个很紧哎。快点啦，快点啦！好好好，五、四、三，走五秒。一，哦哦哦！我觉得应该很快啊，有比较不痛吧？我这是被夹，哪边比较痛？好痛哦，都那个瞬间到处都疼痛。来，下一盒，来准备你的铲子。好，好，橘子帮我们倒数。倒数，3、2、1。你好从容的感觉，你还可以面带微笑，不然要哭吗？哎，看到了，哦，好厉害哦！一开始就狂喷。但是看到跟真的挖到都是一个很大的距离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小的啊？好像是小的，这样你可能要挖四颗。哎，我真的也挖四颗，现在已经有两个了。哈，哎，可是你的小的其实比较好挖哎。对啊。哎，挖起来了。哦，怎么那么大颗啊？我突然很希望挖小颗的。那个感觉比刚刚那个还要大颗。真的？对啊。哎。噠噠，透明的耶、yeah! I win 好累哦，你来看一下。这个噔噔，好，命运交给你了。我操，对你抽，我不能伤害你耶。这不是你惩罚。我下次会快一点。三号哦，我的天哪。我一直哦，这太黏了吧！我有小片了啊、哦，好小片。你其实很想除，对不对？没有除过，你还压那么大力。好，我刚刚蜜蜡嘛，要热一下才会撕起来毛，就会然后觉得爆痛这样。天哪，我无所畏惧，真的吗？好了，一二三，有撕起来吗？哎、欸，有吗？有吗？有了一点点。那是只手慢慢撕，你是 M 吗？我不是啊，不会痛啊。哦，你耐痛能力很高哎。那我慢慢撕哦。各位，现在撕起来这一张，哦，慢慢撕好像很舒服，不会痛哎，完全不痛。对。哎、欸，可是我的手好黏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挖完也惩罚完了。那现在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战利品。今天第一颗示范的就是这个大水晶。嗯，这个也是，这好像是、这个、比较晶莹剔透。对啊，这个有比较透明一点点。是、这一颗长得很像控肉乳肉的。那这一颗是那个大理石，然后再来就是这四个，噔噔，小的，这个 size 跟第一代的。根本就差不多啊，跟第一代差不多，但是有这个粉色的，对，紫水晶。这个是这是什么颜色啊？琥珀绿吗？琥珀绿，好，就琥珀绿吧。琥珀绿，嗯，那你觉得好玩吗？还蛮好玩的，蛮好玩的嘛。而且你有抓到那个一些诀窍的时候，就觉得蛮有趣的。好，那我们来进行评分，一到十分的话，你会给它几分呢？8分吧，八分哦，哎，蛮高的哎。那现在2分因为骗人的，8分是因为游戏过程很愉快。哎，它其实算蛮好找的哦。对，哎，因为我第一次玩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点很花时间。对，然后你没想到你第一次就玩大的，然后你觉得还不错玩，可能因为面积大，所以你很好撸。好，我的话我一样会给它8分。对，就是过程。也更好玩了，因为它的东西比较大，然后会觉得宝物有很多。虽然我们都没有挖到秘宝，有点可惜。就说是骗人的，我们的运气会留到别的地方。是，那我们今天谢谢悠悠，谢谢。好，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
那如果有任何的意见啊，想要看西西做什么吃的、喝的、玩的、用的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，我都会一一回复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有没有刚好可以撕眉毛？不要那么血腥的。不要撕眉毛，谁要撕？谁要除眉毛？